来，各位尊敬的来宾，请插手。OK。哎呦，苏醒，我特别喜欢你。你好，你好。路虎，你的歌也很好听，谢谢。有才华。小亮哥，小亮哥。我最爱听的歌就是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好了好了，每次听都很感动。怪不得你这么年轻，真的。你是？好了，我知道你，我在我朋友的婚礼上见过你。哎，那你下次婚礼也可以找我。One more time。为什么要给自己加这么一出？重拳出击！哇塞！哇，这个太凶了！我刚才那句太凶了，太凶太凶了。嗯，来，王战吧。一切还是因为咱们这个再就业，还是这个虎子的哈，真的是，一切都是机缘跟巧合，真的是机缘，所有跟导演组所有的这个机缘，对，一统真的是辛苦了 ，Thank you。进来这个酒店那一刻，这个套房那一刻，我都觉得我不配。谢谢陆一统。我都只有结婚的时候体验过一次。张远快点，张远快点，张远快点！我在想，我在转，我给一个什么？给一个什么？说快！张远快点！哦，你上结婚那会儿啊？你也在呀、啊？我们都在，我们都在，我们都在呀、啊，都在。我印象很深刻，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啊？就是大家随礼给最多的。是小亮哥，是那现在能还给我吗？反正就是大家记得，就是谁下以后谁结婚记得请小亮哥去，小亮哥很大方、啊、下个就是我了，下个我也结婚，虎子一定下次咱们都不会少、嗯、对吧。大家沉默了，一说都不会少的是吧？哎，我认为兄弟之间感情这么好，这个环节有时候可以去省略掉了。哎呀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人出席就行了，还嘛，我给你唱个歌不就行了？我负责拍照，可以，我负责拍视频，老歌手的日常，那得看看。嗯，放心，好不好？咱哥几个不谈钱啊，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爱你，祝福你。嗯哼，谈钱也可以，其实。盛哥，你觉得你都不说话，你看啊，嗯，先结再说，对，这个是重点，这是重点。但你需要这五个人的时候，肯定都去，好吧？嗯，他不一定。我不吉利是吧？不要说了，哎呀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梗可以了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咱们。哎，你晒红了呀，真的。我会的。你鼻子好红。我都不涂防晒霜。